一个爱创业到缺车看，我们今天呢要去买一台车。哇，这频道好久没有拍买车，最后一台好像是718 GTS 的样子。OK， 那在买车之前呢，身为汽车知识型的 YouTuber， 一定要跟大家聊一下什么叫做 PTS， 以及破解一些车主对于 PTS 选色这个迷思。OK， 那 PTS 呢，在台湾叫做保时捷严选车色。保时捷的选配呢，免费的车漆大概会有4到5种给你选，然后会有几个是付费的车漆，价格大概会落在8到20万不等。OK， 那 PTS 呢，就是可以选择你这个车型所没有的选配颜色，以前到现在，保时捷所有出过的车色，你都可以选在你的在车型上面。PTS 的价钱，在我今天去买这台车上面是66万。OK， 那保时捷有没有提供客制化选色呢？当然有。客制化选色在 PTS 的基础上面要再加上100万的这个价钱，你可以调整你自己要的油漆颜色，然后把这个颜色的色号什么寄给原厂之后，原厂调配完，认为说你这个漆色是符合放到他们的车型上面的，他就会让你提供这个选配。OK， 那很多保时捷车主都有一个疑问啊，就是现在买车等车要这么长的时间，如果选了 PTS 是不是车子就会比较快到呢？这答案是不一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大家会以为 PTS 是另外一条生产线，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。保时捷在德国的斯图加特的工厂非常的厉害，你去看它的生产线，它一个生产线是生产所有不同台车子，自选色呢一样会在里面，所以它并不会因为你选择 PTS 的自选色，所以另外开设一条生产线给你。那为什么坊间会流传说，我选择 PTS 会不会比较快交车？这其实是一个原因的。这边我们要先理解 PTS 是怎样的排程。首先，我们在签订单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告诉你的业务，你要选择 PTS 这个颜色。像我去年在订 GE4RS。的时候，当时我塞了2张单，一张单就是一般的订单，另外一张单就是 PTS 的订单。OK， 那我的一般订单呢，在台中保时捷好像是第4张还是第6张的样子。那我在今年5月的时候已经通知了一般订单的选配，业务回答我说，台湾今年下半年的 PTS 的配额全部已经关掉了，德国没有给台湾 PTS 的配额，所以我们这边就要了解到保时捷 PTS 的过程。PTS 是由台湾保时捷每年跟德国争取配额，然后会分配给不同的经销商，所以一年会有多少配额呢？这个不得而知。更何况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 PTS 给台湾的配额就更少了。那为什么有些 PTS 会比较快交车呢？我这边举一个例子，譬如说我现在在这张营业所里面塞了一张一般订单，它可能是第15张订单，我们先把它设定在它是年底交车好了。然后我同时也塞了一张 PTS 的订单，这张订单可能是这个营业所第一顺位。然后在年初的时候，台湾保时捷通知经销商说在 PTS 可以选配了，那代表说我在 PTS 可能就在年中就会交车了。所以说 PTS 呢跟其他车型并不是在不同的生产线，而是因为在台湾 PTS 跟一般订单的排序顺位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像我的 GT4RS， 台湾保时捷通知我说，我今年是没 PTS 的配额的，如果我当时只订了 PTS 的话，那我今年是交不到 GT4RS 的。所以我像我在订保时捷，如果这台车我是想留的，我都会塞2张单，我的 3RS 也是塞了2张 PTS 跟一般订单。但是因为我现在以拍摄为主，我一定是想要先拿到车为主。那我们今天要去买的这台车呢，就是 PTS 的 GT3， 那我们赶快出发吧。好的，这真的是我看过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颜色，而且我真的很想要有一台 PTS 的 GT3。 哇，这是我觉得是我最棒的生日礼物。Sunny EMC 不用介绍了吧，大家都知道了。Yeah. What's up everyone? What's up? What's up? Hey, Sunny 要不要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你会把这台 GT3 割爱给我们？哇，有很多原因。第一个其实是我很多在关注 EMC 的粉丝是透过 EMC 才认识我。那其实我 EMC 之前我其实是一个演员，我只是这3年没有在演戏。第一个因为我老婆生了我女儿，再来就是疫情。那这几年我就是算是在休息的状态，认真玩车。对，认真的在改装，然后在做这些 project， 然后就是想要让大家看到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lifestyle。 那 EMC 其实这个精神就是把一台车子
改到我们觉得更屌的一个阶段，无论是它的外观、底盘、引擎、内装或什么的动力，那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是很好玩的。然后我就是透过 EMC 想要分享给大家。那但是因为我最近有很多的剧本进来，所以我的时间上从现在开始一直卡到明年中，所以有很多新的作品。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我是演员的话OK， 我有非常多的作品要出来。然后第一个就是我想大家一定知道是角头，就角头有一个前传，那就是我以前演的 Michael 哥，他年轻的时候，虽然我已经40岁了，但是 you know I can still be young， 我还是很年轻的。我们后面还是有很多作品，那这个是第一。第二，我觉得992 GT3 的车架，然后整个保时捷的市场呢，现在是一个高峰。You know, Chester 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价钱，我是很难拒绝的。所以，我一直跟你说，你如果比较忙没在开，就卖我吧。对对对，所以真的是要很感谢 Chester。讲到 Chester， 我觉得他的专业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赛车手，然后很会开车，然后他很懂车子，他可以去 control 这台车子。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You have to understand everything about your car。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大自然，我又很喜欢运动，然后我又很喜欢跟家人在一起，所以我有多余的时间的时候，you know， 常常就是我老婆会跟我说，哎，你知道你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在家庭上啊，或者什么什么。虽然我很想要去赛道，我很想要跟你去力保。再来是有很多我的 projects， 我也是需要去做一些训练，像最近我们有做很多的自由潜水训练，潜水训练我们都要到40米。所以这些东西我要很专心的去做我的工作。其他的部分我觉得我就是想要把 EMC 推到一个是很大的一个社群，很广泛的一个社群，可以让你的父母亲了解你为什么喜欢车子，可以让你的另一半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车子，可以让你的小朋友或者是你自己身边的朋友不再玩车的人，我是想要把很多不同的 market 一起拉进来。我们这样子，这个文化，对这个文化，可以像车文化，对对对对，我也要让全球看到说我们在台湾，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不同的 festival， 不同的 events， 然后这样子大家都可以去享受玩车子的这个 idea。所以我打算卖给 Chester， 是因为我觉得他是最适合开 992 GT3 的人。应该说我在这个阶段没有办法去享受它。所以由你来享受，我觉得我也很开心。甚至我约桑尼下赛道，我们从去年约到现在，桑尼真的是没有时间。那其实最大的点在于说，我跟桑尼其实一直很致力想要把台湾的，我是赛车文化，你是改装文化，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推到一个顶点。那我觉得 G3 很可惜，就是它真的太少改装的东西。我们有聊到，对，铝圈跟排气管一些外观，赛车能够做的东西太少，因为赛车已经太完美了，所以。桑尼，我们聊了很久，他终于愿意把这台车割爱给我，我真的会好好疼惜他的。对 ，OK， 一定要，一定要，一定要， okay， 一定要，对对对。然后桑尼也会在他的频道聊一下，就是跟赛车相处的一些想法。未来我们应该有机会再更多合作吧？一定会，一定会。OK， 那持续关注 Chester Car 以及 EMC， 我们会带给大家更多、更多、更厉害的作品。OK， 拜拜 ，Peace out。